妈妈，我想碰你的灯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？啊？怎么不好？不好，对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好？我站着碰，可以吗？可以碰吗？不可以，宝宝。为什么？而且等下妈妈要那个找个东西把它。好，开始了，宝宝来。好了 ，ready。快。好，手放好了 ，ready。手放好了 ，ready go。再来，再给一个宝宝弹了好多，变成棒来，再来，真棒，再来，继续接着弹来，一二三四，很好，超，好，宝宝快点，我只是个弹，好 ，ready， 过来。再来一遍。1, 2, 3, 4, 1, 2, 3. 宝宝，你看，因为你没有做好，没有做好就不能专心，就很容易弹错。来，从头来。1, 2, 专心。3, 4, 1, 2. 因为这是怎样？你不专心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来一次来，宝宝。准备好了没？数到三，我们就没有机会喽。好 ，ready go。1, 2, 3, 4. 好了，最后一次再弹错，我们就不弹了哈。因为妈妈不想陪你浪费时间。专心。专心。宝宝，你没有在专心啊。对，好了，开始了，来 ，ready， 我先碰过，好 ，ready， 来 ，1, 2, 3, 4, 1, 2, 3, 4, 啊，错了。弹之前你要专心，要做好，好不好？人家一边这样一边弹，会很容易分心的。分心的时候就会弹错，好不好？你要一次把它弹对，还是你要弹好多遍，好多遍都弹不对？哪一个比较好？弹一次就把它弹对，对不对？怎么才可以弹一次弹对？你要专心弹，好不好，宝宝？两个一加十。好，来，预备，来。两个一叫什么？两个一叫11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来开始咯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数到三，好，来，一二三。
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好嘞，再来，宝宝。我朋友。好，数到三。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心就会弹错。你刚刚有没有专心？你刚刚在看谱还是在看饼干？在看谱。有吗？在看谱怎么会弹错呢？因为你一直想往那边看，对不对？嗯。好了，开始再来一遍了。我一直想吃的。可是还没有弹完，我们再吃。我的一直想吃。弹完再吃，来，宝宝开始了。一直想吃水，一直的。嗯，弹完。没有了，宝宝，快点。没有时间。嗯。没有时间。没有时间。一、二、越来越简单了，对不对？七个了。啊，七个了，好。然后再八个，然后再九个的。再重弹一遍来。